喂，外卖到了。哦，行，外卖到了，你去拿一下。你刚说什么？你去拿一下。你离门那么近，你怎么不去拿？你今天就得去拿一下。对呀，我今天就不去，你怎么是这样的人？这样，我们两个玩个脑筋急转弯，看谁输了谁去拿，怎么样？行啊，脑筋急转弯我从来没输。我先出啊。从前有个姓铁的，他没头发，那是为什么？啊，这个我知道，是白血病吧？错了，是老铁没毛病。算了，不去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也给你出一个，这样不然不公平。有三个动物，鹦鹉、凤凰、孔雀，一起去应聘服务员，你说谁会被录取？我想想，鹦鹉肯定是鹦鹉，鹦鹉会讲人话。错，是孔雀，因为孔雀可以开屏，对吧？走走走走走。